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高早，兄弟姐妹大家嘛高早。一早起，和咱三个做伙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。因为犯了世界顶面的事，就参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拢唔是对父来的，乃是对世界来的。这个世界甲其中的情欲，拢要过去。独独尊敬上帝之意的，是永远忠存。我相信咱拢会当承认，这是一个充满了试探、引诱的世代。咱的中间要安怎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并且咱会当在面对这个试炼、试探内面的时，佫会当活在上帝的心意内面呢？首先，咱需要真多主是咱相爱，然后咱才会当甘心乐意将咱家己放伫伊的面前。咱会当常常思想着伊的话语，并且和伊的灵来管理充满伫咱的心的内面。那安尼，咱才有法度来每一日的中间，更加多认捌伊，确保伊的话，才知影要安怎来行头前面的道路，袂因为遮的引诱试探，直到咱行得歪错。最后一项需要明白的是，咱爱有纪律的习惯，就亲像灵修、亲像读经、亲像祈祷。面对着这的试探，咱需要通过着一个有纪律的生活，咱才会当知影上帝为着咱备办的道路究竟是啥物，和咱的范围究竟是啥物。直到咱会当伫上帝所为着咱安排这个伊甸园的内面，享受甲伊同在的甜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甲着今生的骄傲，是咱所需要来抵挡的，并且咱知影，独独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才是永远忠存。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特别上帝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。虽望这个世代有济济引诱，这个世界要将阮来带离远离着你，但是你伫阮的内面，正做阮的快乐，正做阮随时的帮衬。看顾着阮教会中间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的圣手引带着阮每一日的路程，和阮伫你的内面享受甲你同在甜蜜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祝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